年的。可以帮我打吗？千年草。来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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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须来喽！哇，上去再坐，上去再坐。有没有水？阿纪，阿纪你在上面吗？我要缓降。我这边我们先往上。哦、oh, shit！ Holy！ 哦、oh, ，你有那个、啊？有一点点。那我们一起叠一起叠一起。但我们这样有钓竿吗？没有啊，我们没有中间资源啊。啊，那在冰器外吗？我没得叠。冰器叠，不能叠太高，不能叠太高，不能叠太高。不能叠太高。哇！哦，他们那边很高。先传这个给你。来，那你有没有水？不不，我的北极好啊 ！No， 下去了。怎么了？阿基，没有任何水源可以上去。说太快了，我们两个走到一个。我多踩点火吧，这样水不会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？如果倒水的话，不够多，我应该更没水啊。你也没水啊？没水，我做岩浆。哎呦，你够够够！你方块借我几个？借我几个？给我几个方块。吸不到了，你们小心啊！他们在护车哦。好，他们在护车，他们在护车，让我们护车。好。你看，你铺一边，我铺一边哈。好好好。哎，我的队友在哪里啊？哇，都下去了！你队友掉下去了。我换几个啊？哦，两个吧。好了。哎，小心哦！去负责就好，去负责就好。到，好好好，白。波波小心，波波小心。有一条，先打石桥上面的，石桥上面是的敌人。木头是我们。哎，哇！直接挖我，他挖脚下哦。放屁股。哎呦！啊！里面。哎，小心卢米，小心卢米，卢米，卢米，卢米。啊！两个妹子，那你们打错人了吧？哇哇！你在干嘛？哇 ！No， 我老还输哎！同盟，同盟，我刚刚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！No， 他们挖脚底 ！No， 挖掉了！我知道你们两个在演戏，演得不错。举着举着，哇！但我演的很真实我看到两个都没拿武器啊，然后空姐那边狂挥。对，我看到你们刚三个都狂挥。没看到，反正从对面他们过来，一直顾我们这边。我想说，我被射到一箭，然后我就直接冲了，不知道谁射我。我看到波波是被你射下去，我被你压下来。我以为你射那件是暗号，我就上了。我们还康庄大道到中间呢，两个，有太慢了，真的太慢了，太两个，现在跳其实还差了，太慢了。你飞不你？嗯，你对我怎么了？是不是觉得我讨厌？没有。我很喜欢跟你一起玩哦，你刚刚哦，所以米菲，你刚刚打队友哦？不是，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？我刚刚要铺那个木头，就发现没了，结果我按错，我就直接把波波打下去了。哎呦，我很想要铺脚底的，就被挥到他。没有没有没有，米菲做得好。我们的希望都在米菲的手上啦。那我们仔细想想，铺木头应该是放右键，你为什么会点左键？对啊，你看到左键把木头给波波有没有？波波，你没有技术，你怎么这样？还是你是要伸手要木头啊？伸手这样把木头给我，你是对啊？不是，你是不是想跟波波提醒，所以拍他肩膀啊？来，小心脚下。打波波一下，小心休息啦，休息啦，休息啦！啦啦啦啦啦好啦，今天不知道在玩什么，反正玩得很开心。好啦，今天八点的乔克团就到这边啦，待会就是继续铺地狱。哎，精神好就是铺到十二点，精神差就铺到一点。我觉得精神蛮好的啦。好啦，先做个结尾喽。
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，我是繁星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嗨嗨嗨，好了，来聊一下吧。而且我刚刚玩到一半，我的头包有突然流血，痘痘啦，就是突然额头就是突然有液体流下来，我就想说啊不对，痘痘应该又爆了，然后就擦了一下，啊、哎呀又是血，这样子。好啦，重开一下下，版本不对。对啊，超猛欸，最后同盟他们演得太逼真了，他们演到仿佛不是在演戏一样。怎么办、啊、想到今天我影片总会设错日期呀、啊。啊，我是挑到3月3号没挑到3月9号啦，啊 ,3 月10号。啊。没有啊，就只是大颗的痘痘爆开而已，没有。就我那时候讲的、啊，我那时候在高雄场次的时候，就在排队，然后就韩粉那边就造成就是那个什么高铁里面全都是人，然后有韩粉也有那个导韩的、霸韩的，然后结果就是哦，里面空气整个就是很闷热。啊，热到我就是一进去，觉得快喘不过气，然后等到我排队排到一半，发现我怎么脸上好像多了一颗痘痘，就在短短的五分钟内，我就多了一颗痘痘，然后就突然又它这样爆开了。我走到柜台，然后柜台的人就说：“先生你没事吗？你怎么脸头突然流血？”我说：“我痘痘爆开。”“真的吗？那这没事吧？”我说：“对，痘痘爆开了。”好，要去睡了，晚安。好啦，反正就是轻松一点，来播个歌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还在想，我那个平台到底是不是成功的、欸？我到现在还在怀疑、欸。哎，压制。神怪压制真的太难了啦！呜呜，看，我一定要把一个药水放在这个位置。哎、欸，不要，反正喝不到水，擦不到火吧。哇！那今天晚上蚊子好多，一开始真的很夸张，我手狂抖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提神饮料的副作用、欸，就咖啡因啊，就手突然会开始狂抖，也不是因为太冷、欸，后来发现也没有太冷，因为我在流汗，我原本以为是因为太冷，就不是，感觉会不会咖啡因中毒啊？可是我不常喝咖啡因类的东西呢，好恐怖哦！我是不是老了啊？超抖还是不是？真的不是因为天气太冷呢，因为我真的我现在一直在冒汗呢，冒冷汗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就其实觉得还蛮冷的，可是没有冷到会发抖的地步啊。平时二十几度也不会抖成这样啊。嗯，这边怎么那么亮？哦，赛琳博，血糖太低会抖、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血糖太低会抖、哦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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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希望以后出个那种会感染的方块，叫和平方块，然后它会慢慢蔓延。头，它会慢慢感染那种地狱石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烧太久了啦，开玩笑嘛。出个和平方块，然后会感染地狱石，地狱石就可能变成白色或黄色的东西，然后那个就不会生怪了，完美。就是肚子饿那个，当然有血糖低。肚子饿我不会饿欸。然后我真的刚刚真的是不好小不夸张，我刚刚真的是用两只手握住滑鼠，就真的很像人家中二病那种，我控制不住我的力那个体内的力量了什么之类的。就两只手，就我的左手就是抓着我的右手腕。哇，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，真的是吓死了。我以为我怎么了？哎，自己摔的不是算我的哦。应该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设错时间了，因为我那个是设一个礼拜之后的那个上传，啊 YT 它预设都是设上传影片之后是隔一天的时间，所以你还要再去调。以前有不小心设错时间，是设到隔天的12点吧，那今天是更夸张，是。马上上传！哇天哪、啊，今天怎么了？
蚊子。啊！地狱疙瘩不能反向合成，那为什么刚刚可以啊？还是那张地图特别？那其实我记得，我怎么以前玩地狱疙瘩可以反向合成？还是我要记错？是那张地图很特别？哎，救过，救过啦，解过。悬空的欸，我要填吗？看一下哦。都是生烈焰神呐、
怎么蚊子那么多啊？侦测剂不能侦测羊毛长出来，本来就不行啊。那侦测到方块东西呢？不是吗？而且你就算侦测羊毛那个，你红石线路要绕一圈呢。也不用绕哦，侦测器放头上。没事啊，那个改按钮自己剪就好了。哎，开始呛了，糟了。该要斗鸡眼了啊！做成按钮，比手机贵两倍左右，电脑版卖快是不是？我觉得手机能玩的很少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啦。我觉得手机拿起来玩卖快感觉很奇怪。
哇，三只蚊子，等下打不到。哦。不是啊，就是你用手机玩跟用电脑玩不感觉是不一样啊。而且你玩手机版，你要怎么跟我们玩？我们几乎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用电脑版。那有时候你可能周五同乐的时候啊，去巧克力那边抢名额，啊，问说可不可以用电脑手机版，当然不可能啊。每个人都是用电脑版。怎么下去啊？好，跳了，啪，啪，我好奇而已哦，哦，